啊，有海马。海马是属于海洋鱼类吗？它长得也不像鱼啊。海马属于小型海洋鱼类，身长约5至30厘米。海马主要利用其胸鳍和背鳍上下垂直在水中移动。海马是无法以水平方式移动的。海马的移动速度是世界最慢的，比蜗牛还要慢呢。它每小时前进不到2米。海马的觅食是巨近秘密。海马的口是无法张合的，它只能用吻来吸食海洋中的微生物。海马的尾部有卷曲能力，能缠附在海草上，通过伪装色躲避天敌。如何分辨海马爸爸或是海马妈妈呢？要分辨出海马是男是女，其实很简单。海马爸爸有育儿袋，而海马妈妈是没有的。海马爸爸与海马妈妈刚相识时，会将其尾部勾在一块儿。之后，海马妈妈会将肚里的卵放入海马爸爸的育儿袋里。海马就会将育儿袋里的卵孵化成小海马。卵在孵化15至30天后，小海马就要出生了。海马爸爸一胎就能产下上千只的海马宝宝哦。海马爸爸不仅生育了小海马，还在小海马出生后随时保护它们。海马爸爸的父爱远比海马妈妈还要伟大啊。可以画室这次将原纸手工艺放在海马的图案上，营造出另一种立体美。一起跟着可以画室动手做手工吧。